Thank you.
好球，还是正手位的侧身，漂亮。这个球呢，从侧身位突然之间变成了直线。其实呢，在乒乓球比赛当中，线路的变化是特别的复杂，也是很有学问的。任何一个球手，只要是想成为一流的高手，那么在线路上变化上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好的，把拉抢攻了一板，这个球呢有点运气的成分。 球呢还是有一点幸运的成分。那么在乒乓球比赛中，这种擦边的球呢，对任何一个球员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长城发球，目前呢他在第一局当中4-8落后，又是一次主动进攻当中的问题。长城呢还是要增加自己的稳定性。 突然之间反拉了一板。
要打一个快球，出现了问题。这一次在反手回球当中出现了失误，6-4，长城人现在第一次在比分上处于领先。还是自己的失误。好的，这里突然之间加力，朱雨婷是国家队在一线队当中我看比较年轻的一名队员，并且呢在这一次的世锦赛当中能够取得女单的第三名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朱雨婷这一次又是自己的正手出现失误，长城针这一段时间对失误控制的还可以，因为从打法以及战术特点来看呢，长城针和朱雨婷相比呢都是处于下风，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就是要靠稳定来赢球，必须要靠稳定，那么这样呢去让朱雨婷出现失误，对辽宁的长城针来说才是有好处的。双方现在分差咬的还是比较紧，只有一分。又是长城在这种快球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失误，这失误我讲就是应该讲球拍没有完全的持正部位。现在比分呢被朱雨玲重新追到8-8，这两个发球对双方来说都很关键。这球打得很漂亮，长城针一个台内小球，运气不错，9-9。今天呢，长城人作为队伍派出来的第一单打，他的压力也是不小的。那么从目前两队伍的战绩和实力来看呢，相对说比较接近。那么让长城人去拼对方的第一单打，朱雨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战。那么文佳呢是排在第二单打的位置上。这个球呢，我们看出现失误之后，朱雨玲请求了一个暂停。
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长征和朱雨玲在这一局的较量进入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10-10平，看看长征队能不能把这一局拼下来。好球，这球呢是压制到了朱雨玲的反手，而且这个球呢，我们看长征队准备的比较充分。好的，利用朱雨玲一次回球失误，现在双方的比分变成了12-10，这样长征队就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现在双方打成1-1。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在前两局当中双方打成1-1。好，在寻求要攻一板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球还是没有打在球拍的小位置上。也是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了朱雨玲的身上。双方还是在打僵持球，还是朱雨玲主动寻求了变化，反手的一个弹拨，这个球呢速度很快。这个球呢，看应该说长征的回球还是质量很高，下旋球确实打得非常好，这个球造成了朱雨玲在回球当中出现失误。长征3-2领先。
关注常振臣同朱雨玲第四局的比赛。前三局当中，朱雨玲是2-1领先。又是一次漂亮的反手。这一拍的拉球动作并不是幅度很大，但是效果很好。这是朱雨玲出现的一次失误。快速的想变一个斜线的时候，还是出现了回球下网。这种球呢，在回球当中速度是非常快。现在双方比分是2-2。